其徒慎重，虽有天眼，或见两千世界，或见三千世界，不能普见，不可说，不可说，佛刹了，未成数佛果。或有净土呢？其徒菩萨虽得天眼，而不能呢圆具无眼。是以殊胜次愿呢、而也，这是为什么阿弥陀佛发这愿，把原因说出来了。故愿成就文，这里面说，肉眼清澈，弥不分了，天眼通达，无量无限，等为得于天眼，则圆得无眼。本经第三十品中，这在后面说，彼佛刹中，一切菩萨修行无眼，是其真也。这证明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，如来无眼圆明，到极乐世界，每一个人都修无眼圆明。那么换句话说，生到极乐世界就得佛的天眼，菩萨天眼都不能比。这种殊胜的利益到哪里去找？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超过一般修行人，一般是修八万四千法门的人，超过太多了。一下就把你提升到无眼圆明，就是修行无眼的。是以能见成数佛果，成是微尘，微尘无量无边的。这个大宇宙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极乐世界的菩萨们，即是刚刚去往生的。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，也得如来天眼。我们再说得清楚一点，你得到的是弥陀的天眼，阿弥陀佛加持你的。不会说加持你的天眼跟他相比降一等，不是的。阿弥陀佛大慈大悲，他的天眼能见到的见这个见量跟你是相同的。弥陀的恩德，弥陀的悲愿，弥陀之所现，是我们的榜样啊！我们要向他学习。我们永远追随，决定要到极乐世界，在这个世界一定要学开显老和尚，全心全意奉献给这个世界有缘众生。为什么是有缘众生？他相信，他接受我，全心全力帮助他。无缘的时候跟他讲他不相信，他不能接受，他听不进去，那就没办法。所以大乘经上说，佛不度无
无缘之人啊，不接受就没法子。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清楚了啊，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得天眼，就是圆满得到无眼，是以能见成数佛果，明照众生，思此生彼，既生离物，常作佛事，是此愿之甚也也。甚是殊胜，也是利益啊，这一愿无比殊胜利益啊。下面是念老给我们解释的，盖其意味，若为此愿之起，仅为灭我生善与厌苦心乐，此尚非极乐真经过人之真实利益啊，不知极乐国土天人能普见，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所故，且得天眼，皆能圆居慧眼、法眼、佛眼与本具之肉眼，无眼圆明的圣有无眼，是以能见尘俗佛故啊，并明照众生生死去来种种之相，于是可以救济群生，利药万物，此方是本愿殊胜利益。上至两说，后者呢，切尽弥陀本愿。弥陀本怀确实如是啊，这说清楚了，说明白了。我们真的搞清楚搞明白，信心就升起来了，怀疑放下了啊，这比什么都重要，决定没有怀疑啊，经上所说的我们全盘接受啊，不是局部的，我完全接受。往生极乐世界的心要恳切啊，要时时保持这个恳切的心愿，真想到极乐世界去啊。像海鲜老和尚晚年年岁大了，真的想早一点去啊，佛给他的使命也是让他种圆满的善根啊，皆跟这个大时代的众生，皆殊胜的法缘啊，我们把它连串起来。下莲老慧心，黄莲老作注，啊，我们后面这些人来流通啊，老和尚最后给我们做总结，给我们做证我们相信往昔曾经在经中里面写的这些缘，种的善根，遇到之后啊，这一生就成熟了啊，决定得生净土，生净土等于成佛。为什么？他的智慧、神通、道理与阿弥陀佛相等，他有能力，同时随处现无量无边的应化身，帮助
遍法界虚空界，这里讲微尘数诸佛世界苦难众生做接引呢。啊，做度化这些众生往生极乐。极乐世界有多大？极乐世界是法性土，是法性身。凡是讲到法性，没有数量。那这个地方没有所谓的时间啊，过去现在未来没有，也没有所谓的空间，四方四位上下没有啊，是一个不思议的境界。遍法界虚空界多大，极乐世界就多大啊。这个世界样样都是不可思议，往生到达你完全知道了啊，怎么样解说都还是有限的。所以希望我们真心切愿，依据佛号一直念下去啊，心里面只有佛号，除佛号之外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啊，这才叫清净心啊，提升到平等心就开悟了，就是离业心不乱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